弦乐团10周年，以及今天16岁生日的团员罗曼宪小姐，生日快乐！好，开始送礼物了。贵宾、各位女士、小姐、各位先生、各位爱好音乐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！啊，非常感谢在你们百忙之中，今天是元宵小姐来啊莅临指导我们这一场的音乐演出啊。本人为什么要在这边多啰嗦几句话？因为现在呢，我这些团员已经有高二、高三啊，届龄已经要迈向人生最艰困的这个挑战，考大学。所以借这个机会，由我们全部的团员来跟他们见面啊。那就要离开要考大学的同学，请站起来，好吧？啊，请各位朋友们来共同祝福他们啊！在阿伯这么长久10年看着你们长大，加上记得你还这么小的时候，啊，许良毅也是这么小的时候，这样的成长过程已经熬过了10个年头，3000多个日子，我也在壮年的时期已迈向了老头的这个样子了，啊，希望我们9月再见面的时候，虽然这些非常坚强的班底要离开，希望我们后进之士，我们这些朋友们，大家把它扛起来，好不好？大声一点，没有信心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祝各位身体健康，家庭美满，谢谢。Thank you.
Thank you.